可不可能？妈的，为什么你们全部都皮卡丘？我每次买都瞄到种子，我傻眼。我买到最后，店员拿给我直接种子种子，我打店员一拳。你们不是叫我说可以跟店员讲说你要什么杯子吗？我直接跟店员讲，那个小姐，我等一下我想要皮卡丘的杯子。然后小姐说好，没问题。然后后来五分钟我去拿，瞄到种子种子种子。可是那人很多，不好意思跟他吵架，你知道吗？我如果跟他吵，干啥上新闻？不叫老师为了皮卡丘跟店员吵架。不要再看冷气机，没看过冷气机哦。它就很舒服啊，干嘛啊？下面这淹水哦。冷气机太舒服了，它就很舒服。那你们讲话最好是给我不要那么变态哦。我没有留这么多的，好扯哦。对啊，你把它把它放在那边了哎。对啊，是吸一吸大才发，哎，怎么有一个抹布啊？是你的外套。哈哈哈！我群主，看这群主在霸凌我们两个是不是啊？我们两个轮流被PO丑照这样子哦，我们要赶快收集别人的丑照，不要PO丑照了啦！快点，对不对？穿不过去。哦，OK， 来哦，盖起来，一块钱我要想办法把它穿过去。一、二，哇！看好，好厉害！